我记得上次你说想去，很久没有陪你过周末了。以前排队的时候，我也都陪着你，不是吗？如果你希望的话，我可以尝试一到两种。好啊。是吗？哪里奇怪？
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这不可能，我完全没有印象。你看起来和我一样大。那你为什么好像已经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？你怎么证明？我上哪儿去找你？那我能想到的唯一一种可能，就是你被帝国抓住了。毕竟你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旅者，是宇宙中的一条漏网之鱼。那就要看你到那时候爱说大话的坏习惯有没有改掉了。
抱歉，你说想见面，但我今天只能抽出晚上的时间。下次我会尽量排出一整天。想去哪里？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。如果你实在希望的话，我没有问题。那你要是觉得累了，随时告诉我。我会像这样，去接你。我好像很少做梦。那我也会试着努力看看，尽管结果未知。